作为当前最热门的偶像团体 TFBOYS 的成员之一，易烊千玺，上至大叔大妈，下至萝莉正太，无不为之倾心。然而低调回京的他，深夜回京会去哪儿呢？网上流传的富二代传闻到底是真是假？一面是潮流明星，一面是励志学霸，易烊千玺究竟是在怎样的环境中成长的呢？超能大星探，我拍你来看。爱情